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子良哥，我现在来到了博贺的那个渔港码头，这边就是博贺港的跨海大桥。这个是双台风天，今天中午2点之前，所有的渔船要回港，有双台风登陆，所以大家看看这里面都是在回港的一大片的繁忙的景象。前面是博贺港口的这么潮位的一个监测站，现在水位还比较低，但是现在2点之前必须要所有渔船要停靠上岸，因为双台风的要登陆博贺渔港。你看前面就是这个博贺大桥，这是博贺港湾大桥，整整齐齐的渔船都停靠在这个博贺港。今天这里面一片繁忙啊，非常的忙碌，车船真是车水马龙啊。一铲车都是鱼啊。这边的渔船非常的多，现在这些渔民呢、加紧上货，这里面好多的鱼啊，好大的大鱼，我们直接开车到这边码头来买鱼。这边是2块1斤，这边是头大鱼，这个62，那个50。金丝鱼，这叫波浪鱼，看大量的海鲜，这种就是八爪鱼，很多墨鱼，你看，好大的墨鱼都有，是海扇的，这是海底特的，这个鱼鱼嘴这么长，这些应该是深海的鱼，这么奇特的，这个好大一条鱼啊，你看，这条鱼够大的。